猫奴我喜欢求新求变，所以这个大猫屋我想把它扩成两倍大，意思就是粉红色的部分也把它扩大成猫屋。首先呢，一样先去五金行买方格网，这次总共买了15张方格网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动工吧，把这一整片一直到上面旁边的束带用美工刀割掉，就是这样。使用美工刀要小心，避免割到自己的手。旁边这个也是一样，用美工刀把它割下来。方格网连在一起，先绑好，然后拿来架在上面屋顶的部分，先架好。旁边都已经弄好了，已经完成了1/5。大部分都好了，你看空间变成原来的2倍大，只剩下屋顶还没装好，剩下相接的部分我们仍然要用束带加强，因为猫咪跳来跳去那种冲力是很大的，一定要加强相接处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好了，屋顶也做好了，多买一个做夹层给他们，可以在上面休息。好了，超级大猫屋完成 ，OK， 超级大猫屋完成，你看好漂亮哦。再来就是把猫咪放进去，
猫跳台也放进去，完成。耶，哥哥，乐乐，乐乐吃饱了。大成功就介绍到这里咯。小绿耶，做什么姿势？小绿绿耶，真的外面的猫咪在观看大猫笼里面的猫咪，因为它们是不同批的猫咪，所以如果一起放在同一个空间，他们会打架。所以每天
要轮流放出来。